怎么样？肖先生，尸检报告出来了，死者应该是属于氰化钾中毒。氰化钾中毒？是。这么看来，冯炳如是在我们实施了敲山震虎计划之后，做贼心虚，销毁了电台之后，准备出逃，在路上突然被他的同党发现，杀人灭口。对，但是他们这次的杀人手法跟以前明显的不一样，这倒是个新线索。很职业啊，说明我们离这个银湖越来越近了。对，我也这么想的。我已经派周建华去调查注射器了，也许从这儿能找到线索。另外要仔细搜查冯炳如的住处，看看有没有他和同伙联系的证据，这对我们破案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成，到，你去完成这个任务。是。走。是。现在只发现了这个。应该还有，继续搜。哟，沈大姐。秦风。你这是？今天我值班。啊。哎，这白雪怎么最近无精打采的？你们俩吵架了？没有，我最近一直比较忙，没见她。你呀、啊，工作上是把好手，怎么处起对象来怎么就那么笨呢？你是，沈大姐，让你操心了啊，我先走了。哎哎，今天没时间，改天我得好好跟你聊聊。好好好，我先走了。忙去吧。白雪，白雪。白书记，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小琪啊，我来送文件。我今天晚上值夜班，你就过来陪陪我呗。今天晚上？嗯。今天晚上，我答应沈大姐去陪她了。还好朋友呢。嗨，下次嘛，等下次你值班的时候，我陪你，好不好？不去做饭，将来怎么持家？谁要持家了？小媳妇哪能不持家做饭呢？你逗我玩呢？谁说要持家了？我不做饭，你做。小媳妇哪有不做饭的？
清风，对不起，原谅我现在这样对你，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原谅我吧。我的心过去属于你，现在属于你，将来还是属于你的，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十年前我是这样想，现在还是这样想。可我就是怕了。有一天你还是会离开我，或者我离开你，我怕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生活，我真的是怕了。太多的心事憋在心底，你一个人承受得了吗？为什么不让我和你一起分担呢？
知道你心里也是爱我的，可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你不敢接近我？哪怕是天大的困难，说出来，让我们一起面对。清风，放开我吧，放开我吧。小雪，其实老天对我不薄了，能让我再次和你相见。这几个月来，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能经常见到你，你经常出现在我的身边，哪怕只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已经很知足了。如果你不想说，我也不会再问了。只要你快乐，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不在乎你的过去，但我只在乎你。小雪，如果我的离开让你快乐，那我现在就走，永远不会再回来找你。但是你记住，我只希望你快乐。这次打完仗，我们就结婚。注射器的事儿怎么样？我一上午跑了三家医院，一点线索都没有。这老家伙竟用这种古怪的方法杀人。没关系，我不怕那么跑，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他。哎，白雪同志，唱的什么歌啊？这是？瞎哼哼的苏联歌。第一次听白雪唱歌，还挺好听啊。对。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喜事？什么喜事？亏你还是搞特工的，连这都听不出来啊！Thank you.
我发现你跟朱广情况，什么朱广情况？我发现你恨的哥跟机要处的白雪同志是一样的，情况十分严重。你小子，我一直以为你是老实人呢，你。夫唱妇随嘛，啊！哎，你刚才听见我哼歌，你说呢？这么大岁数，你没个正经，你。 眼馋了，让秦风哥也给你介绍一个呀。背后乱嚼舌头，朱毅纪律啊！秦风哥，你跟我们小冯也介绍个大家子。哎，秦风哥，来，我给你上吧。处长，什么事找我？两个人又和好了。 这就对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你还记得那天我在这儿跟你说的话吗？白雪心里边一直是有你的。当然，这个事儿啊，我是有责任。你看，要不是10年前我派你去执行任务，你们早该是老夫妻了。老师，您也不能这么说，这是。 工作需要吗？对，我们是共产党人，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可我们也不是苦行僧啊，有一份好的感情，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老师，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当然绝不影响工作。啊，我得叮嘱你一句啊，你看你和白雪啊，这么多年能够重逢，在这个年代非常非常不容易。 白雪是个好孩子，她这些年也吃了不少苦，你得好好待她。是，这样，这次战役结束之后，我亲自给你们操办婚事。是，谢谢老师。<笑>去吧，好。 先回去吧，我擦完这个就走。别呀，一会儿给你锁里头了。走吧，明天再来。好，走。还玩？你看看，才6道算术题，就错了5道，全是小数点点错了，是不是太马虎了？白阿姨，你有没有找我爸爸？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去找过他了，他最近实在太忙了，让我转告你，让你安心学习，不许贪玩，这几天就回来了。他都有1个星期没有回来了，他是不是又被抓起来了？你爸爸呀，是大英雄，谁都抓不了他。 爸爸，爸爸你回来了。
想死我了！哎呀，阿旭啊，这段真是辛苦你了。没什么。何石头，老实告诉爸爸，你有没有和白雪雅一条票子？没有，我可听话了。你没有。对，表现可好了。好，我犒劳犒劳你们，去跟白雪阿姨继续做作业啊！我自熬鱼汤给你们喝。是吧？关于冯炳如的死，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疑点。我也了解了一下啊，氰化钾既是一种毒药，也是一种工业用料，主要用在冶金锻造行业。那么特务们从哪儿得到的氰化钾？主要就两个来源，一个是炼钢厂。再一个就是医院，我认为炼钢厂的可能性比较大。不，我觉得还是医院。用这东西的人一定对他十分的了解，并且很轻易的能够拿到。你们俩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们任何一点都不要放过。这样吧，明天我们分兵两路，我去冶炼厂调查，建华，你到医院查一下，顺便查一下注射器的线索。来来来，尝尝尝尝啊，陈记鱼汤。哎呀，石头啊，这汤先给谁喝啊？阿姨。哎，对了，这孩子真懂事儿。来，来来，白雪啊，我听说和新风又恢复关系了。嗯，好，好，真高兴。你看啊，你和新风好啊，那是他的福气。当然，也是我的愿望啊。陈老师，哎，我还以为您会不同意这件事。这我为什么不同意啊？不，这是好事情啊！我今天下午啊，我还跟他谈了，等这回这个战役打完了啊，我来给你们举办婚礼，你看看我再给你露一手，真的。陈老师，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您就是我的家长，什么事我都听您的。你呀，先给我吃饭，多吃点，你太瘦了啊！等咱们打完了国民党反动派，得过好日子啊！你这么瘦怎么行啊？是吧？吃，来。情况紧急，晚上老地方见。你是怎么搞的？窃听器到现在都没装好，你要是再不装，我们就没时间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安了好几次，都被冲掉了。还有。你最近又跟秦风在一起了吧？我本来是想批评你的，可我现在想，咱能不能利用利用他？不行，这绝对不行！为什么不行？珊珊，你一直跟我说，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归路。现在我无法回头了，我认了。可是我不能让秦风给我陪葬啊，珊珊，你就放过他吧。白雪呀，我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你误会婶婶的一片苦心了。其实，在你和秦风的关系上。我虽然表面上不太赞成，可我没有拼命反对过呀。毕竟你和秦风是真心相爱，而且还有那么一个可爱的儿子。作为你唯一的亲人，我怎么能忍心把你们拆开呢？以前是为了工作，婶婶不得不那么做。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的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你就可以见你的儿子了，婶婶替你高兴啊。可是白雪，你跟我说实话，仅仅是母子团圆你就能知足吗？可是白雪，难道你不想合家团聚吗？婶婶可是为你好啊，只要你策反了秦风，你们完成了任务，你就可以带着孩子，你们一家三口幸幸福福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婶婶也可以向你的九泉之下的父母有个交代呀。婶婶，你别说了，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劝动秦风。事在人为，只要你能做，秦风肯定会听你话的。还有，窃听器不要放在会议室里面。为什么？会议室里面多说了些官话，真正的绝密情报是不会在会议室里面说的。那放在哪儿？想办法放到陈天浩的办公室里。陈天浩办公室？对。尤其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这种东西随处可见。至于说我们医院管理很严格，可以说不会有注射器丢失的现象。氰化钾是冶炼不可缺少的一种颜料，也是一种剧毒药物。自从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过这个冶炼厂以后，我们对氰化钾的保管一直是小心谨慎。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从解放后氰化钾不可能从我们这里外泄。那解放以前呢？大概是在2年前，解放军就要占领滨江了。那时候滨江很乱。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老头来找我们队长，说要买些氰化钾。不知道他干什么用。什么样的老头？听说是，好像是卖古玩的。卖古玩的。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好像就是他。陈老师。哎呦，白雪，来来来，进来进来。我们处长要把这些文件给您送过来。放这儿。怎么样，这一段还好吧？我来给您倒吧。好，谢谢你，谢谢你。我给陈老师送文件。陈老师。啊，谢谢。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好。
说吧，处长。杀死冯炳如的氰化钾应该是从方宗元那儿得到的，但是注射器因为所有的医院，包括大小卫生所，到处都有，这个我们就很难查了。哎，方宗元老婆最近怎么样了？已经没什么事了，我提审了他两次，他对方宗元的所作所为应该是一无所知，我认为他们不会是同伙。再审审。重点放在和方宗元交往的人身上。另外啊，前指首长很快就要到了，如何保障首长们的人身安全和会议的顺利进行，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你们都把手头的工作暂时放一放，我们研制一个切实可行的保卫方案。是是是。门口要配双岗，记住了吧？是。还有这里啊，再加一个岗。是。这个地方一定要特别留意。是，知道吗？工作压力比较大，案子上毫无头绪，工作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时间又紧迫，嗨，现在安全隐患上还有很多问题。喝点糖水。糖水啊？这么多工作，慢慢做。哎呀，好甜啊。身体要紧。我给你做的，做好了。起来试试。行。看不出来，把衣服脱了，穿上试试。不用试了，结婚的时候能穿就行了。别没正经的。白雪，要不然咱俩干脆也别脱了，早点结婚吧。谁说要嫁给你？早晚都是嫁，不如你明天就嫁给我，好不好？你工作又不忙吗？我现在不忙了。不跟你讲了，你休息一会儿，我去做饭啊。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我。什么问题？你跟小尚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他一点都不动心？我们那是工作呀。你紧张什么？我就随便问问。我有什么紧张的？小尚人不错，热情开朗，大方。一点都不喜欢他。喜欢，但那只是喜欢，绝不是爱。那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跟他好？我苦苦等了你十年了，我好容易遇到你，我怎么可能跟别人好？那要是没有我呢？那我就一直等啊，头发白了我也等。牙掉了我也等，背驼了我也等，我就一直这样等下去。好了。好了。哎，那我也该走了。再坐一会儿吗？不行，一会儿我还要去检查安全哨位呢。好吧。
休息。卑职不才，愿受惩处。惩处？惩处你太简单了，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连一份像样的情报都没有，你们是干什么吃？卑职独挡无力，不过共军防范太严了。共军防范太严，你们就没办法。那还要我们情报人员干什么？委座是不会听我这么解释。卑职无能。难道你也想让我跟委座说，卑职无能吗？局长，我一定加强督导。你不一直在督导吗？戏法人人会变，要想比别人高，在于你怎么变。是，局长。陈水惹电台已被共军查获，我正准备派人。我亲自送一趟去。好啊，完不成任务，我看你也不用回来。是。小心点吧。在路上，怎么样了？现在还行吧，就是一直在哭。上去看看。好。大嫂，怎么样了？你别紧张啊，我们来呢，之前问你几个问题，我们想尽快的把凶手抓到。知道，这真是造孽呀！大嫂，和方宗元交往的这些人，你都知道吗？我哪知道啊！他呀，三教九流的，什么朋友都交。他要不是胡乱交朋友，也不至于干上国民党啊。那和他交往的这些人当中，有没有你比较熟悉的？我也想不起来了。那和他平时来往的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家住在哪儿？也没什么特殊的了。去店里的客人呢，倒是也有几个有身份的，可他们没到家来过。大嫂，你得仔细的想一想。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或者跟他来往比较频繁的人？好吧，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如果你能想起什么，及时的告诉我们。哎，哎，长官啊，我想起一个人来了。什么人？这女的算不算啊？算，当然算。长官呐，
我也不怕你笑话了。我那个老头子啊，我以为是一门心思跟我过日子，谁成想啊，这老鬼一肚子花花肠子，他呀，在外面啊，有别的女人了。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一段啊，我每天晌午给他送午饭，有好几回呀、啊，我看见兔崽子他和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那个女的在店里嘀嘀咕咕的，我问他，他还不承认，说是去店里啊买字画，啊买首饰什么的，哼，我一次也没看他买过东西。这个女的，还以为我看不出来他们两个。不知道，你还记得这个女人长得什么样？谁记得她呀？那种女人我看着都恶心。这个情况倒是新鲜啊！如果方东元的老婆说的是实话，那经常和方东元喝酒的这几个人我们都见过了。是。现在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究竟是个什么来历、什么背景啊？她会不会是方东元的上级呢？应该不会。从委任状上看啊，嗯，方宗元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设在滨江站的站长，按照他们的组织惯例，方宗元应该是当地最高的指挥官了。不，秦芳，滨江的情况你不太了解。你看啊，在滨江市哈、啊，先是有国民党特务打入我党内部的 Y， 然后他们又派来了林湖，这两个人当中，无论谁分量都比方宗元重。当然了，黄文正现在已经被我们抓了。那么这个老妇人，处长，莫非这个老妇人就是银狐？很有道理。金凤，你带上技术科的画像专家，明天去一趟方东元家，根据他老婆的口述，争取画出这个老妇人的画像。是。老妇人，今天怎么想起逛街了？我这还一大堆。干嘛？有休息的时候吗？我们这工作哪有休息的时候？哎呀，出来散散心，放松放松，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工作，对不对？刚出锅的吧？对，刚出锅的。你不是喜欢吃麻花吗？过来十个。啊，两个就够了。过来九十个。哎呀，两个就够了，两个。好，来两个。放霸气！像你这样，将来怎么过日子？我把工资都交给你，你来持家呀？哼，你倒会省心，活儿都我干了。那你干什么呀？我可以看孩子。秦风，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女孩，女孩好，像你一样。当然了，男孩也不错，可以骑马跨枪打天下。像你一样。好，我肯定给你生个男孩。好，那咱们就男孩女孩都要几个，好吧？美的你。